哪有这么好赢啊？拜托，还是台道啊！可是对面也是妖怪、欸，我要怎么办？先逼他怀表好。也不理他。还头拉回去。来一个高啊！嘿嘿，不好意思啦，我只能先抓你啊，我没有其他的可以抓啊。你飞行家开太远，我失常怎么抓啦？对不起哦，没事。开一条，哎，舒服。太飞了！哇，这吸可以吸那么远啊！好，快追！饿死你吗？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跳九要来救 ，OK。哦，玩得好。哎，没有吃哦。我卡到，嘿嘿嘿，哎嘿嘿，没想到这个构图这样歪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吧？可以慢慢打。再摸飞行家，看一下。对，再摸，在这里。喂！好，往这边走，抓飞行家，把阿飞逼掉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跑了跟飞的一样快。
哎呦，这很尴尬，我要怎么演啊？ 我要走一眼，表示可以挑他拉走地窖，管骗他，啊！我勾不到他，可恶！不行啊，这好难演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哦。小丑是谁？小丑是他吗？ 这个人，调酒是谁啊？我怎么大副啊？在哪里啊？调酒，不行，我刚输了一把，不能投啊！那个分扣的也太多。调酒嘞？调酒过来，你喝什么加速酒？ 我还可以把鸡修完，我的天啊！哎，哇，这里啦！我要走地窖，我在抓调酒。哎，哦哦哦哦哦，我干扰，哈哈，好累哦，可以不要演了吧，拜托。哎，干掉了。 不要怪罪他！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快点啦！这个人是不是故意在搞？<笑>